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爱上厨房》，我是 Chris， 现在就教大家做一个培根蔬菜卷。这道菜的原材料有三色椒、生菜、黄瓜、金针菇和培根。首先，我们先把青红椒都得切。好了，我们那个青红黄椒都已经切好了，炒一下就行了。黄瓜我们要去皮，一般呢去皮呢就比较费力，不过不怕，一个好朋友在瑞士回来带了一个去皮器，一点都不费，你看非常好用。 OK， 要求把它切得差不多，我们把金针菇也给它先煎一下。把先炒好的金针菇放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做我们这个培根蔬菜卷了。首先把培根放平，好，放在这。把刚才我们做好切好的那些蔬菜放几块上去，颜色还要搭配。金针菇转过来，就这里，就马上要包着，马上要包着，卷一两下，我们就做好我们第一个培根蔬菜卷。大家都说这个培根卷还没熟吧？当然没有，所以呢，我们先要煎一下。我们现在可以放那个培根蔬菜卷。由于我们的蔬菜都是熟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把那个培根肉煎熟了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准备上碟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培根蔬菜卷已经做好了。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想重温本集的内容，扫一扫二维码，进入我们的网站。下次见。